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来上课吼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边啊开关无开。团队麦克风没开。喂。那个我用这个题目吼，咱台湾争夺何其何强，这大家关心的啦吼。在咱家建国先，咱家来学这个学理的时阵吼，那怎样强调咱台湾？啊，台湾何其何强，这足重要。啊，所以这题目足大啦。但在咧点话讲的时阵吼。但我浓缩，和各位大家概要认识咱台湾的近代史，啊，甲本人的近代史，我是一个见证者吼。啊，这拢是咯，拢尽料的吼，而且拢完美的啦吼，拢无改过加错完美的。啊，你看吼，各位吼，迄、那个我的名爱记咧，唔能糊唔掉的吼，因为咱的东西咧以前啊。有一个中行，我查一字啊，哦，这中查一字哈，啊，即马离开咱这台家，啊，去伫这所在咧乌白臭屁哈，啊，所以，我两个人个男职位哈，大家记咧哈，我是一九四空，就昭和十五，一九四空那算因中华民国是民国二十九年了，对啦，哦，二十九年哈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咱在座可能有同我同年的吼，拢迄个时阵拢是算日本人啊啦，可能日本人啊吼。啊，即我较早读杨定文时阵含徐明德，吼徐明德有靠名，伊拢一直伫政治内底吼咧拍拼吼。啊，不管原来咱免做评论啦，对徐明德大人较知影吼，我咧从小学、中学啊，迄个绿岛党。拢是同学就对啦吼，一直拢同学。我去读六公官校，六公官校拢奇怪，安尼是咱读遐啦。假如我唔是别人去读，阮遐同学伊拢为文大学去，有台大啦、文化大学啦、东海大学因遐去。但阮职官，后来。迄、那个一寡种肉粽吼，为一两百个去消费个数啦，吼啊，阮二十几个吼，拢厉害吼，啊，本人头判十二档，啊，以后因为成绩袂歹吼，佮加三档落，啊，所以变十五吼，要变十五就对了吼。所以这历史大案吼，凡读个拢有效，读个无效，即摆真效无啊吼。今日来绿岛参观的时阵吼，我的相片也去底下。啊，迄个啥呢？迄个纪念碑吼，是为下骹吼悬倒起来。吼，咱普通纪念碑上是起伫顶悬哦，伊毋是。我那纪念碑是为甲悬起来。当初李登辉的时阵吼，是去遐，吼遐参观吼，一直地下室的，从地下室。过因来转入去绿岛的时阵吼，吼会使遐加减啊看嘛嘞吼。迄个较早就是。咧关政治犯的所在啦，伊遐有三个所在吼，一个是司法的，迄个党刑以上啦，咧十几档的迄关伫遐叫绿岛监狱啊。一个就是干部军事家，就是阮绿岛山这绿洲山庄，就是阮咧住遐啦，遐阮咧别庄吼住伫遐吼。啊，隔壁就警备总部管训的，做管训你知影嘛吼？管训你遐有咧搬石头啦，吼啊，伫遐在贴砖啊啦，遐管训的。所以绿岛有三个所在吼，迄落。
啊，这间立德大学的时阵吼，有当讲啊，立德靠大学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慢慢因就听习惯啦。迄个是咧台湾政体化的所在就对了吼，诶、哦，立德所在哈，了出来啊，本人啊，加减啊吼，啊，出去啊，出外加减啊去深造安尼吼，当然短时间的啦吼、哦。其实阮出来的时阵吼，迄、哦那个搁六档。拢袂使出去啊！六档内底吼，阮的电话也拢监控。即马最近拢在讲迄个监听，对不对吼？较早你会知几十档前吼，你也想讲，阮出来已经咧三十几档啊吼。阮出来以前也无行动电话，也无 BB call， 我各位知啊吼。迄阵看了自己电话咧摇摇的吼，啊叫几钟头的啊！俺是啦，当然厝里有一支电话啦。所以我厝里时吼，伫阮家吼，啊，伊电话足奇怪。来约人买迄落吼，嘿，伊拢知啊，嘿，啊奇怪啊，看有一届时吼，有人介绍讲要约女朋友啦，我咧约伫咖啡厅。我讲了袂歹吼，因为咧歹势讲我是政治犯咧，你若讲政治犯就走个判监去啊，听。吼，啊，毋是咧骗伊，咱是善意的骗哦，先沟通嘛。那沟通了来噻，当个交往啊，对不对吼？哎、欸，讲起来阁袂歹呢。后厝讲吼要约会啦，要讲吼，哇，阁约无人啊，唔敢出来。到尾啊，探听讲啥？讲迄届了时吼，有人去因家跟老爸讲啦，讲吼恁祖囝吼含迄落一个迄落叛乱犯吼咧约会啦，安怎来讲一个人惊一个吼，都唔敢阁再约会啦。这是阮的作弊爱代志吼。啊，阁出来要食头路啦！吼、哦，阮十五档出来了要食头路吼、哦。啊，你咧表就走去一间迄落，你咧表下因咧。第一日、第二日啦，还是来得副总的吼、哦，特别敢推荐的。第三日吼、哦，讲歹势吼，讲迄落店员哦，人事那边哦，讲你无适合啊，我多食两日吼，也无领薪水啊，多白白吼去食两日头路啦。一生吼、哦，来即卖迄个。慢慢讲的时吼，那就进入咱的本地内底了吼。诶、欸，我去安那操作啊，落来边啦，哦来。我出来时啊，因为参加民进党，因为咱要插政治吼，所以出来以前啊，党外叫做公正会。各位在座你也参过吼，民进党以前叫公正会啦。啊，那我的公正会一路咧插啊，啊了后呢，民进党。公司总部，我着做执行长。啊，执行长的确一挂人，因为我这个个性哦，足讨厌人要用假的代志啊。哦，你阵啊，你入党爱选谁？各位咱在座老党员早期吼，拢爱选谁啊？吼、哦、啊，对你的身份证啊。啊，我做执行长的时候，歹势，你选谁？那不是我来给抓出来。啊，较早多少一挂要立委啦，市员要选举吼，啊，拢迄人头党员啦。然后党员吼，唔知对用迄个身份证吼，唔知走地用来吼，啊，拢叫伊遐服务处的人吼代替别来选择啦，我硬掠了出来，啊，所以的确一挂人啊，所以我讲起的时阵吼，吼，当奇怪啊，你会当参加选举，你政治犯啊，啊，就歹势，伫民进党做歹出脱嘞，为什么啊？的确一挂遐，哦，啊，这吼，这从过去一段啦，吼。伫即个民进党的时阵吼，阮就是讲以前有坐过落，啊，所以呢，特别讲认为讲民进党真无简单咧成立吼，所以咱无条件咧加入，伫抗争内底吼出钱搁兼出力，吼，为人家有钱就出钱了了吼，啊，我唔是讲有钱出钱搁兼出力咧。啊，佮跟人佮刷出去个，对啦。空前内底各位知影吼，早期有叫做万年的国会啊，迄万年的国会有无？迄个啦，国大吼三千几个，立法院千几个，啊，遐个干委吼吼四五百个，佮咱规日烫天才食了米的吼，佮咱食了无数了，对啦。啊，所以阮即个空前呐，讲实，迄只讲叫老贼啦吼。啊，老贼当然，我袂讲老贼，就讲即万年的国会啦。哦，应该改善啊，减啊减的呢。所以，我咧控制的时阵吼，老实讲，从即马咧控制咧小儿科啦。阮虽然遐控制有力啦，第一是专制独裁，
吼、哦，迄咱出酒的时阵吼，讲会大声呢，啊，这也毋是呢，这卖讲开恁算我的啊，恁大家算我的啊，对不对？安、尼用司法来你讲打压啦。啊，较早的时阵，我了讲到吼，拢还要警察咧走小局咧，啊，阵也是咱少年咧抗争这不公不义的政权吼，所以吼、哦，拢做力的啦。啊，所以伊用水莲花给抓吼，啊，我着咧手烧高吼，后壁脚只边互抓着对啦。啊，即嘛也迄落迄个镇暴警察也滚来咧肉，我着走着对啦。尤其是五二狂，恁各位知影吼，可能五二狂遐啊，有再作者迄个高丽菜啦、鸡鸭鸭吼，走去台北遐。哦，我来副驾吼，伫迄个邮局头前遐，含遐警察来是落副驾，就五二狂迄个农民的运动遐吼。啊，所以阮一路行来，一直参加民进党的时阵咯，反正感觉民进党迄阵也是用党旗就对了吼。阮也毋知影，甲伊讲，甲伊迄个党旗吼，把台湾放在咩十字路口啦。我各位恁老参加民进党的吼，恁大家注意看伊个党旗，甲台湾放在十字路口。啊，在迄阵也是咯，咱也无咧注意遐想遐，啊，到底是甚人想出来，甲为啥党台湾甲放在十字路口？当初也无人想遮啦，就一直讲啊，就赶紧成立了吼。伊那成立的是伫底呢？伫燕山的饭店。燕山饭店是国民党开的饭店。啊，伫个国民党开的饭店，伫遐开会，啊，要报伊知呢啊。啊，是讲内底人引进的啊。即摆事后较知影嘞，根本就迄个国民党就插人入去啊嘛。落来引进恁咧用一个啥呢？一个在野党出来，伊表示的是讲台湾民主。伫美国也是安尼啊。美国是希望讲你台湾所在慢慢加入民主，吼、哦，伊在伫对抗共产党的时阵咯，希望你咧有老百姓的这个知识愈来愈发展了，愈发达了吼，真的作者确实所以那呢，搞咧组织迄个在野党啊，我以前国民党利用这个机会插进来底，冲动党员来底来作者国民党内部啊插进来就对啦。小等下我来讲下咱民政府的部分啦吼、哦，我再简单把这个问题啊带过。哦，就是讲台湾，今仔我用讲前途好去好强，就是上场要讲咱台湾为什么咱上场啊？咱本土台湾支持的政党，就民进党，为什么把台湾可能收入落口？为什么台湾的国语文的是应该咱改？吼、哦，稍等下我再过来讲这点吼，啊，为什么讲的要点外钟讲不完呢？啊，我材料啊，做个咱。高雄三门宫哈啦，高雄在地拢知影三门宫啊，外地闹咧进香，也是宗教的吼，宗庙较知啦吼，为基督教咧较唔知，但是吼，那这个啊宗庙普通知影吼，因为我插政治，但是有机会啊都要插到这个宗教，所以我插宗教了的时阵呢，就这个我改变作些思维，因为你干那伫政治内底吼，政治是。讲啥呢？讲权力啊，讲阴谋，讲利啦，讲地位啦，讲名利就对啦。伊的思考模式，因足希望讲有迄个闪光灯啦，还是掌声啦，吼、哦。但是插上迄个宗教了心哦，宗教爱个是啥呢？以万民苍生为念啦。所以把这个宗教甲政治的合作的心啊，安尼处理代志吼。也比较圆融，太为了老百姓来设想了哈。啊，所以我老朋友一直无要参与宗教活动的时候，一直拢干伫政治舞台咧舞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舞出来的结果大家知嘛哈、哦？有解红衫军的问题哈、哦。啊，老实讲，因为咱的老神在在啦，讲到红衫军当初的时候，高雄的时候，因透过关系来找我，那是。要钱偌济，好我有一台车，搁有司机，搁有办公室，叫我做南区的会长，啊，住南北呼应，吼、哦，我那么老同学吼，南北，但是我完全啊拒绝，完全啊拒绝，吼、哦，因为这是附带讲的啦，含咧本地无哪迄落钱吼，我是讲这段人爱有人的家就对啦，人生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。唔能有受到其他的利，还是名的引流，安尼招骗你。给咱小弟，我来去接入咱台民政府，就是四月份有咱一批人，就是受这个引流吼。
来。我参加迄个内政部总教咨询会，内政部是中华民国的，唔是咱台湾的哈。因为像那咱有参加迄个总教活动，所以聘请去内政部有哪里开会哈。这人还最基本的哈，连总教也是安尼呢，伊拢徛伫本位主义啦。所以本位主义哈，我记着咧，我比较因迄个会教哈，因讲只啊遐台哈，咧台啊架啊吼，拢无念经啦。按分搞开始了，讲来要台拢来念经啦，意思讲超多就对啦。按来台湾吼，拢无个念经啦，我咩咩叫吼，讲安来，讲咱来去一个多灾场吼，按来要台神吼，遐拢爱个念经啦。好，啊这代志大条嘞啊，干那为着会搞要去一个多灾场要去那么多啊？吼，啊你啊讲，啊会干不着集中，恁家人拢集中，啊那无时间，南北二路导游拢要去这多灾场是咩去？所以我就讲啊，无在意啦，在意啦吼。啊，因为佛教吼，伊就讲啦，讲我咧肋骨头吼，讲政府要扣税金啦，诶，肋骨头无骨头底啊吼，啊，当然呢，啊，迄个3万、5万、10万、15万的啦，啊，1楼、2楼、3楼、5楼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又在咧分的啊，所以讲要扣税，所以佛教来讲，讲袂使，讲这袂可能扣税的啦吼。所以搞白讲啊，无在意啦，都搞咧烧金纸吼。讲远，啊！这金纸要扣税，啊！你金纸的时阵吼，迄、个小小的时阵吼，迄、个算供庙内底吼，那作业费用啊，吼啊无，那是讲啊，政府机关小的局要创啥的时阵吼，那供庙内底吼啊来募款来创啥物货，啊无做一寡公益建设的事的代志吼，无政府做吼，无遐侪人力啊。讲过来讲，好无在意啊，在意啊。哦，这个代志有足侪哦，我当伫迄个内底吼是决定的就对啦吼、哦，所以我就简单讲起来讲吼，讲这个宗教内底趣味的代志来即嘛吼，马进咱来本地吼、哦，咱各位台籍人有参加咱民政府了，必须咱对咱台湾有其他基本的认识。当初咱台湾的时候是迄个葡萄牙的军队吼。有经过南海峡，啊，有迄个太平洋吼，因有经过是讲，哦，遐好，遐个福尔摩沙，遐水的迄落吼，但因无停留。也等澳洲了时喏，底下臭屁的酸溶，结果时喏，迄个西班牙时吼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那变大声啊，干堆落来吼，为迄个淡水有迄个停留有无？遐物叫阿姆斯吼，阿姆斯，这300多当前吼，要是呢，讲啊讲荷兰，吼、哦，因较早干堆拢真强哦。所以因也是用舰队来，但因为了为台南，为台南鹿里门这边啊登陆的。啊，到尾时呢，荷兰吼讲吼，啊，开始你西班牙底下占领北部，因拢该拍恁啊，总把西班牙给拍出去，都拍出去。啊，总共因里只隆重有无吼？隆重的时吼，38栋底只吼有无？啊，挂出隆重。因走了时吼，有对付咱台湾，有留一挂目前一个咧讲的话就对了吼。你比方讲，像咱那个阿姆陀啊，迄阿姆陀咧，即马讲伊迄个水泥有无？但咱即马来继续咧讲阿姆陀，迄个是阿门啊，就是你啊吼，阿门啊砸来迄个土就对了，啊，足好用的啊，啊，咱较早无啊，啊，所以吼，因即马因咧中国来是讲是水泥吼，迄水的泥啊，水泥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咱讲阿姆陀较习惯你干啦，或者你较早老来语言吼，啊，我那黄阿会。迄火啊！你用的火，咱较早就无迄落火啊，吼，就火车啦，迄有无火柴？应该讲火柴了，迄火啊火啊，啊个啥？火啊油，哦，迄火啊油啊，恁可能即摆少年人唔知影叫做迄啥物火啊油啊？阮细汉时啊，佫有用到呀，吼，迄点迄落迄火啊油，迄剩个草油，迄火啊油，迄啊对不对？吼，啊个啦，火啊姜，吼，各位台不来食个火啊姜啊，迄种火啊，迄种火啊炸来。啊，其实咱讲还来讲咱还啊，你讲啦，啊，咱讲还啊，吼、哦，迄还啊叫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一路留一寡咱正继续咧用诶，啊，搁咧袂歹哦，搁袂歹用吼、哦。来，即卖因只啥八档就结束啊，就何怎咧？为地心讲时代，地心讲大家较清楚嘛，吼、哦，尤其嘛从台南遐吼，迄个阿扁国宝啦，还是讲迄个赤坎啦，对一档吼。转到弄一挂电线工，即较近代吼，都会较清楚啦吼。那电线工来时呢，
啊，伊就把荷兰伊就赶出来。啊，在电工来有作者故事啦，因为罗立门登陆的时候作者故事啦，拄到风台啦，在妈祖安怎样啦吼，作者故事啦吼，咱无时间通去讲遐啦。啊，即下讲的是因呢，就把荷兰赶出了，吼，因就占咱台湾吼，来。即马清朝哦，派这个西龙进攻平湖，啊，甲台湾衰要纳去。郑成功因老爸郑芝龙人讲，伊个时阵来讲的是海贼啦，海贼就对了吼。有滴海，伫咧沿海部分咧走动吼。讲到海贼，我就想到阮高雄吼，咱各位在座可能高雄，你来去耍船头吼，买虾丸，我家遐有一个囝仔咧，迄落。开台福德宫啊，迄就是较早上早高雄还未开发的时候，有七个海贼啊，有遐登陆的。所以一个开台福德宫就是，各位老去西海岸吼，会使参观看卖，就是七个海贼啊吼。我想讲，我唔知是毋是海贼啊的后裔就对了，因为最初七个海贼的高雄对，迄阵我也未开发的吼。而且嘛，来清朝派这个西龙。这是郑成功是老西龙，啊，即马呢，台湾唔知要出对一个西龙吼，唔知对出一个西龙吼，大龙咧惊遐，都咧朋友大家讲讲嗨啊，啊，台湾吼，较近咯，强要用卖伊安尼啦，啊，佮伊唔敢讲咧卖咧，吼，伊讲我咧卖台湾水果啊，我都要卖台湾啦，我讲个足好听，啊，但是一波一波呢，拢袂要台湾出卖伊。啊！但你无法度啊！我无讲卖台湾啊啦，迄间中国遐签遐约的时喏，就强要出卖来台湾啊！但有人也过，也无来啊，一输啊伊个啊，一欢迎你开个啊，有法度哦。所以咱主啦，期待咱民政府，小东我加减来讲着吼。来，因即马直接讲，迄个清朝吞去了，把台湾这个所在吼，变成清朝的版图，规定中国人的时吼，袂来。西进就是娶某囝来台湾了哈，所以咧部队来是拢十一个啊过来，啊，即嘛大家想啊，一奇怪，清朝的海禁，所以海禁就是讲离海几里以内拢袂使去带人，惊人偷渡了哈。一奇怪啊，拢十一个啊过来，啊，以后这家属那是拢要走出来啊。我各位大家想看法不？你一路海禁呢，啊，搁啥呢？搁不得西进呢？以后这。啊，无传播过来，迄阵啊，部队过来，那拢十一个啊，无可能部队煞连播，啊是左囡仔煞载过来，无啊。嘿啊，为什么开始这后事啊？我来想这个问题讲，吼、哦，原来迄 DNA 是严密性吼，咱老爸部族的迄种伊落来，啊，拢十男之会啊，就对啦。所以咱呢？遐边埔原来住伫咧好好，啊，咱入来了是毋知啦，三个四个，搁较外关山顶去哩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后迄个 DNA 后因的就对啦，拢有啦，啊，后荷兰的后西班牙拢十点啊就对啦，所以咱台湾的时阵几百年来的时吼，有真自然形成的呢，但咱早期来的时吼，大拢足温顺，吼足顺的就对啦，不然中国按即批的时吼，每批即批即来即个人吼，吼、哦、真正是足恶霸的就对啦。无恶不作，把歹习惯、歹迄落拢带来台湾呐。吼、哦，小等下我再讲，这会阁稍微提起就对了吼。即、哦、摆人讲的时阵吼，迄、哦那个，啊，咱进入咱清朝的时阵哦，甲日本发生抗倭战争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做清楚吼、哦，这就是咱台湾真重要诶一个迄个关键所在吼，就是含清朝。小钱，啊，千条你也知影，迄烂袂袂啊，袂砍地甲木两个吼，就倒翘翘啊，吼，啊，就全部投降，啊，犹太人挂，啊，管啊，台湾平和，就是大清帝国啊，把台湾平和顶骨个倒数吼，挂那无条件挂何啥物人呢？吼，大日本帝国的皇帝，吼，各位秘书长来咧上课吼，就发你个部分。哦，论述因会讲到啦吼，即个问我甲恁点醒，就是讲挂号日本大皇帝，毋是挂号日本政府哈。挂号了是研究我家己研究的哈，啊，有一个唐景祥，
吼、哦，伫台北因做来做因个巡抚个官啦，吼，清朝个官啦。吼、哦，伊讲听着讲，我互日本个信咯，因着成立即个，成立即个台湾民主国啦。啊，因个国旗用拉丁文火旗啦。但民主国就是亚洲内底吼，亚洲哦，第一个民主国是咱台湾啦。结果寿命三几年呢，就浪杠伊啊，就浪杠伊吼，寿命就无伊啊吼。啊，为啥物用拉丁文火旗呢？这个时呐，伊阿个先是中国迄边是吼龙兄啊，这边虎弟啦，吼、哦，所以用我来用这个拉丁五旗，伊当作意思的是啊个尊称大清帝国迄边是老大的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在连嘛吼、哦、是龙兄啦，啊台湾较小呢是虎弟了对了吼、哦，所以用这个五旗吼，哎、哦，1934年时咯，国民化运动，伊当作是。挂乎日本的心呢，无征求到咱台湾主民的同意，吼、哦，这点嘛，真了无尊严的同意，啊，画火人啊，火人啊，迄、那个教科本来都有写，伊当初讲啥呢？讲台湾是个鸟不语，花不香，男无衣，女无情，而且个花花之地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敢当作台湾是一个笨色地吼，当作挂挂火人啦、啊。啊，挂人个心吼，啊，紧呢，伊统治个是沿海即个西海岸呢，中央啥物规个咱原住民呢，迄个根本管袂到个呢，规拢挂过好人，吼、哦，迄个挂原住民就知影讲，嗯，啊，恁家恁小姐个心，也是恁个跋脚跋输脚，恁遐土地厝边人煞，连我隔壁也煞，甲用出去，甲卖出去，所以原住民个部落个是个抗争，所以日本要统治个时阵吼。吼、哦，发生足侪大个事件嘛，各位大恁知影，即大八年事件啦，有无？无风事件啦，屏东遐无丹事件啦，拢含日本个发生足大个冲突嘛。因个不妥啊，啊，即阮个所在先啊，规个挂挂好人伊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日本为着看咧，为着要向国际上个让先人，我都会甲征服。所以日本个先哦，用真大个军力甲时间吼、哦，征服，把原住民征服。所以正式把台湾整个台湾纳入日本的领土内底，但迄阵阿个毋是啦呢，毋是纳入大日本帝国领土，因那是阿个就是殖民地嘞，殖民啦。但伊个殖民嘞，那1934年国民化，但国民化呢，也袂嘞。重要关键的是1945年四月七，小等我来一个下掉吼，讲掉吼，我把好来。1945年实施日本宪法。那是大日本帝国，这真重要。以前是咱是殖民地，但日本的是为着要合法化，要正式纳入，我是大日本帝国领土，就永远不可分割就对了。你那殖民地时时用钱的浪费，啊，渐渐会让挂，就把书架让好你就对了。但是呢，你那纳入正式大日本帝国就不能分割就对了。所以1945年。伊个算人奇怪，迄阵等咧战争咧，等咧分咧，吼、哦！啊那四个月尔尔，来这个中间，咱台湾人会当去参政，啊会当去征兵啦，吼、哦！较早袂再跳去做兵，但你整个实施大日本宪法了先咯，咱会跳去做兵啦。所以既然跳去做兵，咱本身的当然是就变日本公民了就对了吼。哦所以你看，一个全国新社内底吼，拢总起码有咱39,100个咱台湾人的身位底下。日本有啥物做？伊无就是中国的中历史内底啊，是日本全国新社即条只，所以咧，咱就是日本人，伫咧时阵就对了吼。即摆有无？咱有征兵甲参议员。1945年的时候，美国两粒原子弹炸了了的时阵，日本天皇为着讲，系啊，这个武器遐厉害，一粒落落安尼死几啊万人，啊十粒嘞，咱那个几粒炸咱东京的下伊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还是宣布投降。一投降的时阵呢，迄阵啊，麦克萨的一号令，就慢慢进入咱台湾的新的命运来啊。无代无志，麦克萨用一号令，伊叫蒋介石，
吼、哦、来暂时来接管咱台湾，来就近就对了。就个是王东军的统帅，啊，麦克塞呢，伊是间隔缅军的统帅，盟军统帅哈，所以一号令。咱即摆讲，咱台湾民主伫即个所在吼，因为当初按照军事上的战法是安那呢，我叫做主导攻击啊，主导攻击，即道阵呀，我拍一道，迄道跟呢拍一道安尼啦。所以在硫磺岛的时吼，死伤有够侪啦，硫磺岛吼，各位知影吼。我即个美国的时，然后去参观迄个硫磺岛吼，为着要插一支迄个美国国旗的时吼，吼底下唔是本兵啊吼，咧车兵死伤足侪。所以感觉的时吼，美国拍开准也是讲啊啦，我若要去登陆台湾，要去当台湾的武器出的时吼，唔知要死伤偌侪啦。来伊那日本的时来应付，讲如果你那美国是登陆台湾的时候，要等只车兵吼，所以伫迄个中国遐调两艘因精锐部队，足精锐的对吼，就关东输啦，吼调两艘来台湾啦，啊，就是因加过来吼，无战斗吼，所以伫阮细汉看喏，服装足整齐，吼，咧配合金色相吼，买互天上倒转去吼，就是。就陪阮细汉印象有够深的啦，就是因的精锐部队日本兵啊吼，按调解时呢，无一个美国那呢改变之后，以越岛攻击，跳过啥呢？跳过台湾，袂用含你只咧吃饼，拢跳过奥克纳瓦。伊讲的是，我要拍敌人的时喏，要该攻到门口顶就对啦，弄到门口顶以后，所以就攻到奥克纳瓦遐。啊，所以是我跟咱的命运，跟咱台湾就伫即大家。伊若如果卖越岛攻击，一步一步为台湾了解我跟咱野心咯。咱台湾迄阵啊，属美军正式占领内底。咱的台湾迄阵啊，命有可能连国托管，有可能甲你独立，有可能虾米货啊？但无想着讲，互即批中国兵啊来时咯，咱台湾人六十几栋吼，都伫迄个监狱、监狱内底啦。但我监狱是阮较早咧住的吼。迄、那个，所以马加萨伊即个战略上改变了的时吼，就连带整个咱台湾的命运也受安尼的改变了。所以你也是1972年的时候，二十当后时，有无？我记得话，因就根本个归入日本去啊。伫即个疫情的时阵，因的旅游变乱，我记得遐变乱，啊，就发一个我记得话身份证，就美军发的。然后呢，啊，出国变乱。啊，出国发一个吼，叫做旅游证件啦。旅游证件就是视同吼，美国的 passport 会当去各国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咱台湾，啊，这个情形，所以咱的秘书长在咧过美国了的时阵嘿，即摆来甲美国讲，啊，阮台湾啊，存较大留件呢，阮的身份，阮本土单人无身份证呢，你要发给阮呢，因为你是占领工呢，阮是被占领的呢，还没有跟哪个相像呢。啊！你中国兵啊来的时吼，迄也无因阮的同意，一日就讲改改，规个阮的身份证就发中华民国的身份证。阮是日本人，阮日本人，阮是大人是日本人，是来改做中华民国的。所以迄阵咱无多一千一个几百的时吼，你会记无？二八事件啊，台死几十万的啊。咱的精英哦，第一个时代，迄个台死遐侪，都断层，你知影无？所以这批是真可恶的。啊！你讲起来，你马加塞无代无志，叫遮个人来，所以咱必须你过美国了的心咯。咱讲你何阮，阮台人本土台人无咱家己身份证。第二，本土台人无啥呢？无咱国际承认的政府，迄中华民国袂当代表咱台湾啦，也走路的啦。第三，你美国那是也去遮是占领国啊，所以你有义务，他来帮助咱本土台人。我按咱正式的承认，而且慢慢加入国际社会内底有正式的地位，这是咱党民政府目前所咧追求的就对啦吼。来，咱即摆讲迄个马加萨先吼，蒋介石伊来接管遮了先吼，你也想，伊是1945年，吼，照人讲是推崇是民国34年，的1945年吼，1945年的时阵呢。伫1943年，因为即卖根据讲台湾是因的先咯，对，根据1943啦，1943是开罗宣言，来各位你也读历史知影吼，
这段伊也讲头，无讲尾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蒋介石、丘吉尔、吼、哦、甲罗斯福，因伫开罗迄搭讲讲无安尼啦，落来战后的时阵吼，无这台湾甲配合时喏，佫归还我中国，因较早是清朝的嘛，安尼啊，安尼为着关系的战术关键的，当顺利完满关好了，好了好了，讲讲。安尼台悄悄讲讲的呢，也无签字啊，迄开罗线拢无签字，拢无阿台讲讲的尔，对不对？不料是迄阵啊，1943，台战事是1945结束呢，迄宪政中讲的。然后呢，旧金山合约是啥呢？是战后甲签的，迄国际条约，48国家去签的吼，迄是国际上最悬的条约，你干呐？含你三个人伫遐嘴讲讲的。迄个无准算的了，对啦。所以咱今仔日必须要带咱各位经过这个和平条约，就是这个旧金山合约，内底规定，你美国就是这个占领国，吼、哦。而且内底有几样一条，日本的天皇迄个权力啥调起来，啥调起来。啊，但了以后当时要解决，哎、欸，有可能慢慢这个安平起来了，安平进展起来，可能就要解决了。当初马克思是日本的宪法。马加这个盗用第九条内底规定吼，就是让自卫啊吼，自卫队吼，你自卫军人呀，因为你战败嘛，所以你袂使有这个过分武力，你袂使有主动，你做人被动的呀。所以60几年来了吼，伊忍下吞气，但是呢，伊国防部分、国防的部分，来美国过掉，所以发展的经济，但时局咧变化，中国大陆中国的心吼，一直即马就讲表明讲是和平崛起啦。但你也看，伊做些动作的时呢，好比中国人介个讲安尼，表面功夫就对了。其实内心充满着恨呢。有一日来要该进攻你日本呢，有一日想台湾，伊来要该杀伊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我讲无，我即摆发展经济，我用和平的方法，迄叫拢好笑，迄中国人迄波就对了吼。来国来，蒋介石来接管的时吼，迄阵啊。伊也无算军舰通迄落，是美国军舰迄个在嘞。所以咱今仔日必须对因来讲，讲我爱过美国，吼、哦、啊！你即来遮吼，是你当初美国军舰迄在，啊！你即摆军舰也在呀，在当呀，对不对？我爱过了先呢，啊！要载队，迄你家己想办法。我若无得叫你载队吼，啊！所以咱慢慢拢照这条咧行哦，吼、哦！要慢慢你就知影哈。数量年无？ROC 干脆叫人中华民国，因为南京才通过了吼，就无用啊啦。这个新书报的派人吼，啊拢走台湾来啊。这部宪法也未用到，啊就派来啊。啊派伫台湾的时吼，啊就开始咧实施啦。你想啦，伊迄部宪法吼是整个做大点无安尼啦，啊台湾就小点啊，吼就做一组大树的石米龙吼，啊囡仔变啊穿的落。所以宪法就慢慢一直咧修改，直咧修改，啊，就无适用咱台湾啦。哦，即这部宪法，啊，这部宪法是吼，甲迄部旗啊，甲呢因的新主摆遐啊，因来选举冒出来，啊，即马拿迄个了就收起来，结果拢是即马只在迄档的，吼、哦，咱只本土的只，吼、哦，天天咧爱笑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咧冒迄个新主摆啊，冒咧旗啊，啊，有够奇怪呢，伊本身伊靠迄个新主摆啊。哈！你甲恁骗咱的迄个心吼，哎、欸，阿姨家己收收起来，迄拢收收起来，都拢干来咱遐民进党的遐一寡唔知学生啦，对我拢牙一挤啊，跌咧赢就对啦，吼、哦！各位这足趣味的吼、哦。我谈了讲起咧，吼、哦，自己挤啊啦，吼，大家民族个自己挤啊，自己啊人工买啦，无当买呢，无当买。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听讲是咧伫五虎将之因吼，李万基因兜啦，吼啊李万基因的就孙啦吼，吼那早期他们伫金美总部管社会啦，伊问讲唔知咧，因阿静吼，伊基也唔知坑对啦，唔知啊个静吼，唔知你对啦，我以后咱当民政府起来先咯，这个基也可能算出来啦，这个可以吼，主任让你报出来了，对啦吼，这个基也吼。我想啦，即个说介绍我的本人吼，一寡迄落有无吼？阮去出来了，迄个联合国抗争，吼，阮走去联合国抗争。哦，我即个本人伫遮，我五人代表之一，
我伫中国大使馆抗争，我五个人吼啊，走去中国大使馆抗争啦。啊，抗争的时候，因啊走了了，但留迄落美国黑心的黑人伫遐甲咱接就对啦。啊，但真客气，把阮的抗议书也煞接去吼，要做个。吼、哦，来，这里是即马警备吼，来警备总部看守所。啊，即马改做人权园区啦，叫做人权园区吼，一块即个所在。这边吼是卸下工厂啦，这二楼电管办公室，阮红工厂这边，我咧做红衣就对啦吼。啊，阮困咧电管啦，啊来一波下营养出来才拍球啦吼。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前几冬啊吼，甲今年甲旧年拢也有，然后邀请我的实地吼，有即马改造作者啊就对啦吼。要互人做国际园区吼，人权园区，人国内外拢去参观啦吼，要参观。我硬讲吼，恁若要用参观，最好是吼保持原味的啦。你莫伫遐吼，即马啊共骗讲吼，遐环境偌好，我好笑诶。过一寡因做迄个啥，迄个做了灰信吼，吼啊用迄个毋知蜡啊啥物咧做诶吼，一般做个作成诶安尼啦吼。一道白下切草，我讲哎、欸，你这是咧骗什么人呢？我咧吃是有遐切草吗？啊，你只要用看是用做遐切草，我卖了袂使啦。你也会讲两个菜、三个菜就三个菜，你也要做个七八菜，你是咧骗什么人呢？哦，我无客气跟你讲，哦，就这个所在就对了吼、哦。我遐红岩工厂呢，我伫迄个阵啊，当咧挖钱吼，挖钱。所以挖钱的时候，金币总部有越南遐吼，去上迄个标。五万套的衫裤，甲五万领的网打，迄个是买互包括咧俘虏穿的，啊甲到网打，迄袂歹呢。迄犯人困过用网打呢吼，做五万领。这五万领的时阵拢经过我的手，因为我只有一台迄个双肩车吼，专门咧夹迄个网打遐啊。啊，佮另外一台车我咧做衫裤的，吼、啊，所以我伫内底后咧兼做衫裤吼，啊甲做迄个五万领的迄种迄落，当来咧做劳作金啦。老金，阮头唔知啊，啊伊又较知影，伊又白涉伊，就是讲，阮爱25%会落作金，结果互阮10%就对啦，剩咧让阮卡油伊，就是阮啊做1000块吼，爱250互阮啦，吼，结果人家100块还你啊，啊但内底我做甲，阮老母破病时咯，我还阁价钱当下伊就对啦，哦，可见我内底吼，无眠无日拢咧做就对啦吼，了进入岛吼。世界唯一敢这张图啊，无第二张啊？为啥我这张偷翕的啦？这边看见吼，这里广播公家啦，伊这个形吼，我呈现咧，我这种形吼，人鱼类地形就对啦，吼，做啊五干嘛？啊，尾啊，浙江的时阵吼，是照金币总部啦，因为要犯人无遐济，所以浙江嘛照分。啊，顶管家是用板啊做的吼，迄违章的啦，啊，用遮咧洗衫裤。所以了，我变个心咯，为这边家了调过来这来家的心咯。迄师傅是外口请的，我讲哎师啊，啊个唔机会吼，摕只卡米拉来个翕一张做纪念嘛。哎，伊拢扎卡米拉，我拢爬起来楼顶遐翕吼，多无？我阵遐少年吼，无从即嘛，我遐少年，知道？啊，一徛这边拢翕过吼，我来介绍来，这边家吼，就是苏东客。即摆婚姻馆长苏迪芬因爸爸，吼、哦，大家知影吼，嘿，迄个苏龙客住伫遮啦。啊，咱隔壁过即来遮吼，有无即来遮吼？遮就是较大曾家富司令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刘祖华因住伫即来遮。曾家富司令你记着无？我靠嘿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蒋纬国做司令无？啊，即个副司令的时阵吼，无大无小的时阵吼，总召集个司令台吼。啊！就要发动战车，要攻伊台北来了吼！吼、哦！啊！就伫迄个苏联台顶管吼，吼、哦，画个最高座南坡啦。在咧耳上咧，耳蒋介石，蒋介石看了苏苏北伐是有无？苏苏北伐呐，伫台顶哦，吼，画个迄个桥对不对吼？伊也要学安尼啦。结果无想到讲哦，伊咧花心吼，为了伊个辅导官吼，加为个钱吼，伊得钱啦，就加那个压力吼，从个压力就掉了。啊，所以讲这个念头，所以台湾的吼，这个奇怪吼，这个命运呐，伊个战场了开出来吼，为台北啦，迄阵啊唔知哦，蒋介石唔知惊一个吼，伊了开出来用无线电通知遮个迄个战车出来，所有进入台北市，即叫了封桥，总统府哦，
老总迄阵啊，咱台湾政策都改变啦。但伊安那伊无判死刑，为啥呢？伊无表讲起，伊毋是要对付老蒋诶，伊是要对遐老贼。就是较早吼，阮咧讲话控制老贼遐就对啦。吼，老蒋知了先吼，总会保一命，无甲判死刑啊。这就一个这个小蒋这个，吼，就关伫七大家啦吼。佮过一个马先锋啦，佮过迄间吼，即立法委员啦。立法的建立总部的时候，请了当他们怪做伙。啊，伊即摆了分开来为家庭吼。伊安那呢？这里立法委员是安那是阿个无判刑哦，有奇怪无？一直甲老蒋的，迄个1975年跳的时候，伊才甲释放出来。为什么算甲软禁吼？伊就伫立法院吼提案啦，讲爱。台单行啦，以谢国人啦，应用卡达三国迄个诸葛亮有无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台马术有无？以谢国人吼，挥泪啦，挥泪斩马术，以谢国人啦。啊，伊应用这个典故讲，挥泪斩单行，以谢国人啦。啊，马术的是迄个几十万大军有无？伊个做军拍败是家己拢浪岗倒来啊。啊，但是也是安尼，东北的神咯，四五十万大军，迄往北也是家己选倒来啊。所以这个马先锋伊就伫另外提案咧，歹势，你咧提案这单行和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关系啦。吼、哦，这也不便讲以后的神吼、哦，这个会公开出来，因为关系是啥物话吼，所以就无可能嘛，就把这个马先锋啊抓起来，啊无判刑，一直无判刑，吼、哦，来管理一下。国上头前激动起来时吼，就是雷震啦吼。各位伫中国迄个报刊写吼，反攻无望论的迄个啊，反攻无望的迄个雷震啦吼。雷震的管理这个所在家吼，台湾出来时吼，我咧参观北京，吼，迄个北京的时吼，含迄个新闻处的处长呢，含咩啊？我咧参加迄个画拍。当初咱台湾伫美国遐时哦，即个画派吼，老是讲有替咱台湾人吼做足些代志啊。但含即摆画派，唔知小项目我唔知，但早期关系是，即个是荷兰籍的，这必输啦。薪水你也足少的，但是拢为咱台湾人。唔知是唔是讲因的祖先吼早就来占着咱台湾吼，所以对咱台湾特别感情安怎吼？所以底下薪水你也少啊，做足些工课，即荷兰籍的。必须呢，因为我知影较早画派时吼，有做两项代志。一人就是咱，就是讲，当初是中国咯，一直用压力吼，叫中迄个美国唔能卖咱武器啦。结果画派去出兵咯，伊讲你美国政府袂使做起，因为这個武器吼，你唔是要帮助中华民国嘅，你这個武器是安那，是要保护咱台湾，啊个台湾只嘅主民呢。诶、欸，美国听个有道理呢，伊把你中华民国甲咱台湾当入面个分落开呢，对不对？你武器唔是你保护中华民国伊个政权的啊，是保护整个台湾甲咱台湾人的啊。诶、欸，所以美国政府先爱继续卖。过一件事咯，因为咱美国咱移民呐，吼、哦、规定一档会咱两万个啦，把中国、香港、澳门甲咱台湾夹夹做伙咱两万就对了。话白讲，中国是中国，那台湾是台湾呢。那方面的想那一样，两万算在内底，到尾争取到边了。咱也一个单位呢，因遐拢做两万，咱台湾一个做才按两万呢。好、哦，这迄时阵咧，咱移民就对了吼。哦，老实讲，迄阵啊，这个画派吼，哦，做这个代理啊，以后唔知呐，我都唔知吼，因为看到画派哦，一挂相关的人有含咱咧联络吼。哦，咱就绿岛的心吼，迄阵啊有无？哦，这是一个迄落啦。阮较早拢一直咧抗争的吼，一挂着。简单讲，好了，我有去迄落美国遐边发证书啦吼，即、哦這个发证书。啊、哦，即个教授吼，兼院长吼，伊迄落隔日到都有含啥？含戈巴契夫做食饭啦。你看，迄戈巴契夫你知吼？苏联解体了吼。有来在美国，啊，就是有含阮这个老师吼，有做伊食饭吼。了，我伫加拿大啊，招来记者会，中这个我吼，中这个我，我就那较行的，较行你个款的，哦，
啊，这个荷兰这个一个加拿大的迄个人权律师吼，阮伫啦，但是对国际发声啦，但发了拢唔对伊啦，发了唔对，你看在外口咧走撞吼，无几波吼，拢无唔对伊吼，啊，所以咧慢慢啦，讲到民政府啦。咱啊，接住迄个涨价时代有无？谈到讲涨价遐吼，啊，涨价含涨价个做伙讲啊。即涨价吼，也代志有够济啦。啊，所以咱在座唔知讲涨价因到底伫台湾哦，无恶不足，甲啥物程度啦吼？我简单讲涨价因吼，恁即摆想看卖吼，会当列入军事记录诶吼。就是所有全世界独裁者、军事统治者，敢若上加吼，三代同堂，拢酒瓦罐。哦，各位想看哦，伊代志为虾米解开呢？我也讲为虾米酒瓦罐吼？你知啦？伊个蒋介石跳下时吼，迄个宋美龄也滴嘞。蒋介石跳下时阵吼，伊个蒋方良也滴嘞。吼，讲迄个时阵咯。我咧当中娘娘迄个大太子，伊一个当中一个西宫嘛，这个西宫咧生存一个张孝炎，当中的三个拢跳伊，当中的有无？一个张浩文二十外岁啊时，就是国姓梅毒，啊然后倒伫眠床被主人隆重倒二十几担，甲五十岁啊跳伊，这张浩文，嗰个时那是张浩武。无代无钱哦，带一个阮先带的啦，阮的阿勇阿新哦，迄蔡老师啦，新加坡转来新哦，要接啥呢？要接迄个华西的总经理啦，迄人伫病院内底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根据内部消息，是悉尼含迄个啥呢？迄个李小龙刚性质的迄种毛病就对了哈，啊，四十几岁啦，迄个张浩武啦哈，佮刷咧来张浩勇啦，吼、哦，就话即个东宫娘娘生啦。即、这个第三个三太子啦，第三个就对啦吼。伊个公司特别济啦，啊做个事业足济啦。伊那一挂工程未拄好，拢因老母甲带啦，带严建树啦。好，哎呀，看讲哇，啊这迄落，这个风风牛牛来啊，免开嘴吼，要办啥？伊落因老母甲囥个边啊落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讲啥？大行啦准。严建树较早有无？来见无严建树啊？这是内底有朋友吼，因咧讲个吼。讲伊落一挂代志歹处理吼，爱落因老母甲带伊啊，啊带来进步遐，爱带来看讲哦啊，阿国啊因伊落来啊吼，带来拢 OK 拢安详吼。所以我讲因迄个蒋方志吼，因一个敌人吼，蒋方志伊，迄个因老爸是叫那高速公路的局长，叫做彭英淑啦。所以高速公路有这反光的有无？就较早蒋浩勇，哦，蒋浩勇的时阵吼，一手在做诶，规条高速公路反光的有无？哦，迄种反光器。啊，你即马，第一个时代是，你讲要安怎？啊，所以因拢四十几岁来跳伊啊。啊，你会想讲奇怪，为什么四十几岁的时，咱在座四十几岁太多假啊？哦，对不？为啥来跳伊？因个总统的医疗小组拢不是伫边啊呢，迄等于总统的家族呢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歹势吼，上天庙去吼，你个什么会拢少想？三个人，大太子、二太子、三太子拢去啊。个人话西宫、西宫娘娘生啦，张孝淑生去啊，有无？老侪了不阿囝，系张孝炎啦，吼，爱若无拄好，伊就归拢去啊。所以人个第四代吼，有无？迄个蒋友柏无，人较知影，讲因阿公个作势做法拢唔对。啊，所以讲因阿公个做法，我简单讲几个啊例啦吼。我咧在座唔知道有听到无吼？我若有咧讲个时，我若收到，我就加减啊讲啦。啊，若无收到，我就无讲吼。你讲伊就对啦吼。伊是十月三日吼，伊个生日啦。啊，生日时吼，礼堂吼。甲迄个去拢去拜托去拜拜啦，哦，大家拢祝寿啦吼，甲因个伟大的蒋公吼祝寿安尼啦。结果时吼，有一个阿伯问头前啦，伊讲
喂，啊，今日拜鬼啊！我哎呀，今日拜鬼哦！哇，这个用宝器的呢？宝器讲哪呢？讲今仔日咧来讲讲作秀啦，竟然有人讲是咧拜鬼啦！哇，系啊！啊，这宝器哦，就吊一门啊，吊一门了来起诉呢，你法官问啊，伊讲为什么那个咱的？蒋公在住所，你阿那想讲拜鬼，你拜鬼是咧拜啥物，对不对吼？你无照实开讲拜鬼安尼啦。啊，伊就辩解讲，唔是啊，我当咧我是咧问讲，啊，今仔是拜鬼是咧星期几啊？意思安尼啦吼。诶，这个法官也好心来去调查呢，去调查，去问咱台湾人吼，问讲拜鬼啥意思啊？啊，你星期几无唔对啊？诶，啊，安那判你知无？伊讲经查就对了吼，经调查呢吼。台湾话哈，拜鬼哈是星期几没有错了哈，但是呢，他讲的时间与地点不对了，哦，安尼两个跑来安尼哈，所以你大家讲要小心哈，那我别讲哈，我很蛮大不写生肖，佮讲拜鬼，你拜鬼你来关来拜鬼，不喜欢你来问我阿杰拜鬼呀，你佮拜鬼，你阿爷来拜鬼哈，要出名哈，所以我觉得迄个台戏内底哈。我觉得比手画脚，那年纪恐怕小小可能要看到。但是最初是这比手画脚的节目，这个姓柯的，吼、哦，柯仔的主持人吼，伊就先来写一个条啊，而且这个条的时阵吼，就讲啊，你比啊，讲我后边咧读啊，头前咧比啊吼，结果无代表是，这个题目唔知啥人出来了吼。即讲啥？讲哎，伊头前比讲一只股，吼、哦，啊咧比只股型安尼吼，啊只股安那咧？啊，四卡朝天，或者四卡跳九天的掉吼 ，B N N 啊，到尾安那，讲迄个躲过吼，躲过一个海峡嘛呢，四卡踢嘞踢嘞踢嘞，吼，一手一个闭出来吼，结果和金币总部厉害啦，迄、那个主持人啊先靠的吼，伊迄阵我来就报案处吼，伊讲你这个节目吼，就是啥，你咧啥呀？蒋介石啦，嗯，啊奇怪，讲古凯讲和蒋介石有关的呀，吼，安尼又厉害，这节目伊也拢取消掉伊。你拢看台视的内底吼，上早期的迄个比手画脚节目都无用吼，所以这方面吼，各方面你也想要些，拢会甲你，拢有代志就对了吼。搁有一个啥呢？搁有一个迄个师大毕业的吼，啊，读数学系啦，迄个学校咧教册啦，啊，迄间校内底吼有牛头班的啦，搁牛头班你知影吼，无要上学啊，就凊彩在牛头班的。迄老师为了教教吼，头壳疼，拢不爱教啦。边个还校长吼，要拜托一个老师，拢无人要教。迄拄到遐骨头吼，就无多吼。即个拄啊大学毕业了吼，自告奋勇啦，吼，就伊个校长讲，讲来给我，给我。安尼，校长讲，你敢发多吗？有，让我来。我迄中国啊，外省啊，对啊，较早讲外省啊，即卖算中国啊，我去教呢。吼、哦，真正吼、哦，出乎意料之外。讲真正骨头班的真正较歹教，真正对啦。到咧教教期末班，有一届时喏，好伊个记呢。像你们这样子啊，我们这个怎么反攻大陆啊？哦，我咧都期盼起来讲一下伊哦。系啊，内底当个有人报起去等陈时大人讲啦，讲我们老师在上课吼，说我们政府没有办法反攻大陆啦。我系啊，天差地咧啊！啊，你家己调皮捣蛋，人咧骂你这，唔讲，伊只讲反攻，我系拢刁伊问啦。刁问阿小法官阿小讲，我唔是啊，我是咧积压，好像阿你讲不爽。你讲的这不能说反，不能反攻大陆哦，这是唔是？你思想有问题哦，我咩？好啊，伊惊个时喏，总用因老爸这个青天白日勋章吼，就要出来正下边那个免死牌就对啦。因为得了青天白日勋章的吼，因老爸吼，因咧中国啊。结果吼、哦，迄个台阶咪用到骨头，迄个思想尔的没有一点，迄个法官讲吼，这个用不着，你感化三年啦，当破产当感化，当他们底下管社会了，吼、哦。够一个吼、哦，台北的迄个波阳吼、哦，也叫名个郭一栋吼，波阳第六道他们管社会吼、哦，你也是玩弄个破十档啊。一作家一来写，一来写册吼，拢会左右铭了，三不骂，你知吼？伊安那呢？蒋家不骂，警备总部不骂，调查局不骂，吼、哦，伊作乖了。伊安那
家人没有，家人俩人的，你家人也俩人，我就不骂。所以呢，一个定级的左一名三不骂。诶，我讲哦，人老的文来哦，和你定一个就无效就对了。我代表决心吼，阿姨没事啦，都没啊，老菜都冇见就对了。没老菜，像迄老菜的心哦，都别当该厉害呀，也别当迄落啊。结果是哪来呢？因某啦，伫《中华日报》做副刊的吼，诶，编辑啦。有一个国外迄个啥，迄个有迄落不拍迄个图，恁会记无吼？我400图啦，人个英文的啦，吼、哦。唔是咧讲迄落，结果要来发一个啥呢？第100图啦，讲哎一百图，啊都两个表囝吼，两个表囝，啊无讲啥物人啊。第200图呢，两个表囝来到一个岛啦，啊无讲岛呀，啊无讲来台湾啊啦，啊都来迄个岛尔安尼。第300图吼，因老爸坐伫岛啊遐啦，摕只毛笔啦，吼、哦、啊一个红纸啦，写上按老因一个后生徛伫阿边啦。啊，迄个图像呢，告全国同胞书面，嗯，啊，你看，这若无啥物啥物记录，看人告全国同胞书面，啊，无写啥话啊，对不对？安安尼念念，会甲点点点点。第400图的时阵啥呢？因后生改讲，爸爸啊，这个倒了咱两个尔，告全国同胞书面，安尼心咯，落也厉害啊，就想要涨价嘛，想要涨价啊，对不对？你若卖写告全国同胞书面，还个。阿个把劲啦吼，有你老婆死啊，阿就倒，阿就两个白仔囝，这白仔囝咱两个倒呢，阿无虾米货，结果呢，就判十当吼，判十当，第二倒是我们管社会，所以我讲的时阵咯，阿这种俗气人吼，所以你上届是就无恶不作，无恶不作，所以我简单讲来讲，干那用因上届三代同堂，拢白白上我管内底，你就对咱台湾的时阵惨害偌济人。二八事件的时阵，你也知呢？我南部的时候更这个卡筋呢，北部是用更久呢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北部迄个时候有迄个逃走去，有迄个选出来哦，就是安尼排规排拢更久啊。一个一个拼拍枪的时候，一个倒一个拖一个，这个拄啊那呢，拄头前掉的时候枪把它拍不掉，还要拖落啊。所以你会甲了收起来吼，伊这个手火那样滴的，阿恁算更的。台湾高雄即来遮个时阵，所有学生也好，遐老师也好，啥物输了掉人吼，遐更卡紧呢，拢为写话拢沾两海，无一个走起来。后壁更卡紧，你知影无？卡紧卡到后壁，大家都食紧拢更贵，几排上去军用卡车，规拢载去，规拢沾两海。讲到这，咱的老百姓，我细汉的时吼，不得时段拢来甲因讲，咱个看我读雄中的时吼，去看咱前辈足侪人拢安尼，从卡车拢载出来。你看，伊有敢当作台湾是真正的同胞吗？无，伊用种胜利者的姿态来求来求吧。伊讲功课有在功课吗？伊用日本拍架去走去山顶，伊今来时是跳到火烧啦，跳到美国是轰炸日本的时，对不对？伊当讲讲功夫，功夫在哪里？你今仔日若中国，你有真正为着台湾讲啊，清朝的时候，你日本去，我发动战争，我拍你日本，我拍下日本的时候，今仔个咱感谢讲你有真正是安尼来功夫，唔是啊？你家己本身也乱买卖，你个时代三个政府啊，延安一个，重庆一个，对不对？甲南京一个，你是什么小国家？所以今仔日的美国占领的时候。因为扣火烧炉啊，讲咧台湾是伊个，所以各位咱在座，今日今日来受训的时阵吼，就接着新的，你以前捌听到的，咱有骗几十单的，包括阮咧受了苦难的时阵，伫内底还阁继续了受骗，出来人为着讲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咱来继续咧话，咱台湾需要独立，这个拢话假，都话爽的，无能达成咱的目标嘛。因为下降的历史资料，咱看袂到，国民党也无法咱看，所以咱读的根本就是玩弄。几十年内底呢，到我参加民进会，你也是发觉讲，哎，人生就对啦，你最后冇紧啦，吼、哦，这个温度无成炸慢的就对啦。我虽然较慢的看到这個，但是呢，伫把一生所过起来的更会变啊。目前你参与的所有，咱的党外活动。
拢甲坑南边啊，完全刀剑啊，党民政府有党民政府的是未来会当救咱台湾唯一条路就对了，就法律啦。因为咱无力，尤其是对抗国民党这批些人，咱无力。民进党的时候遐济人有要创啊？台湾选举的时候助力啦。你若想咱投一票，候选人得30块，政党得50块，咱的投一票咱了80块。一家咱来投票是了几十秒的，你要想，咱投人有故意无？有乖无？有够好骗无？以前我要参加台湾民进会以前，咱来为民进来拍拼，这是咱台湾本土政权，就是政党。虽然比较个政党轮替，啊，政党轮替又安怎样？各位在座嘛，讲到这阿边啊，政党轮替，今仔日坐落是咱的老目屎，咱有条阿边阿心。我迄条田埂啊老嘞，我都无客气互恁看，一张10万块田埂，我真那个老嘞，阿变阿张。你要想，正个咱岛人做总统，咱欢喜未？叫第二日变先做四当内底，咱都唔敢庆祝。为什么？人前敢讲阿变窃国，迄阵啊听讲你算数啊敢讲窃国，我听拢无呢。迄窃国是偷啦。咱的国套，即马个知影，我的中华民国因来都唔是咱来，你讲啊，无大无小，你长毛双金秀赢，说讲咱借国，咱敢偷过来啦。啊，所以咱看到拢唔知影呢。所以咱各位，你有机会来参加民进会，是一个福气，一个福运。为啥？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不管你以后要参加民进会来对官员做就，还是你的这些标准的咱的本土党人。恁个敢作影响啊？就对啦。所以，阮伫南部，我较早南部先拉团的团长，有人讲，我爱70几岁哦，身体无啥好啦。吼、哦，阿强买迄个，讲，阮一个同仁甲讲啊，讲，啊，你身体无啥好，你死是要做中国鬼啊，台湾鬼啊？讲我当然要做台湾鬼啊。我你想要做中华民国中国鬼呢？你来请咱台湾人，我阿你外省，连死也无爱做中国鬼的哦，这来甲提醒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咱来用担心，咱死咱做单贵，咱你食食食食食单米嘞，输嘞食食单水呢，输咱单空气呢，结果死做中国鬼，就可恶无？所以咱来各位，我再讲来，我那讲的这吼，真系老百姓，蒋介石家无不错，我听老讲过啊吼，啊那要一人讲讲个，把蒋介石部分家。到这个蒋经国部分哦，是讲不了，这不是两点钟才能讲会完啦。我讲李登辉啊，简单过来讲李登辉啊。李登辉做的是呢，咱来寄台阿里山人，今仔就无简单。伫迄、那个伫迄群，吼、哦，迄群高群高群内底是你能脱出来做一个总统，这是你的命，也是你的运呐。你好好做吧。但结果是呢，你也想。做十档的时候，有我台湾带入新的境界无？那是无呢。那原来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运转呢，无呢，无脱出来呢。为啥呢？中华民国你着去用中华民国伫联合国脱出来啊。中华民国死两边啊，一边伫中国大陆用脱出来，哦，伫1949年的时候用脱出来，搁第二遍伫联合国内底用挂出来，第三遍伫咱台湾，我上面挂出来。好，美国军事政策赶出来，所以第三届伊就无伊啊啦。所以，到尾带有这个机会来这参悟哦，就替咱台湾共同打拼，会当予恁的历史留名，替咱台湾写一个历史的，就是所有咱在座来参加民政府的职员就对啦。主要你有请台湾身份证的历史的人见证，你会对你的子孙来当交代啊。你一生来生活伫台湾的时哦。别莫浪费就对啦，这是值得恁骄傲的啦。有时你也替咱台湾心的，我问下，咱在座要人无请身份证的无？咱在座要人无请身份证无吼？哦，要有。我讲，恁啊国修，等于了国修，看恁对手去请身份证。有这个身份证代表咱台湾人，三四八当来的时候靠咱家本身的身份就对啦。所以以前遐拢唔是咱正港的身份啦，因为中华民国遐。1940年嘞，无经过咱嘞同意，直接撇一个咱嘞中华民国嘅国籍落，所以这点咱相当不妥。
所以我讲的是，你顶位见啦，伊有咧想，但唔知变哪做。到尾一落的时阵，甲你讲些啥？中国甲台湾特殊的两国人啦，广告拢做一落啦。老大后边人足侪问题啦，是要那特殊国之国两国，要安怎迄落无？伊该留一个讲安尼特殊的两国人都对啊。我那阿边起来的时，忽略嘞，落的时喏，啊是该个一边一国人啦。阿龙阿爹阿龙无结论啦，我讲一遍就阿龙讲过阿就对啊。人讲是阿扁那是有要想讲哦，要台湾解决，但足奇怪，边阿地龙团唔知那苦条嘞。第一个来讲无个入去联合国，我讲假，你让我读出来是变哪个入去？第二个是讲阿无正名，配合台联来讲来正名，啊正名用台湾共和国。联合国讲台湾共和国当时世界上有成立这国家，较无人知啊，敢唔知啊？啊！还要申请这啊，一个劈一个倒转来，迄个无可能的代志啊！所以有可能是咧应付应付的，结果内心讲一边一国，负责咧家己囡仔去伫内底，心起来哦，足艰苦，真正足艰苦。台湾到底何去何从？有咱家两个本正台湾人的心哦，作为中华民国伫内底运作啊，所以足侪海外的岩石囡仔讲啊，咱倒来体来体制来。那个改变，咱就两个总统拢是台湾内底有改变无？所以啊，是老家邓阿公，我来参加选举啦，体制来改变，讲好听话呢啊，迄个失去原则而已啊。所以咱毋是对海外一寡倒转来参加选举，也是不去就对啦。你一生追求理想的是到尾为着啥？啊来选举啦，啊做一个官，做一个什么啦，做一个官啦。啊！你做皇爷做满足啊！你啊！你把台湾何去何从？我讲的题目讲，咱台湾何去何从？前途何去何从？这就牵连到咱你民进党冲动的时代对你的寄望。但你把台湾搁在十字路口的时，就无方向，何去何从？没有方向。一个国家没有方向，干的是你看是边啊？咱这些的居民的是要揣到，你们知啊？要揣天看明呢啊？所以今日咱台民政府的心哦，左边靠有咱各美国政府，是咱的秘书长林志坚的是带一批人，为着要各美国是无钱呢，要哪来停啊？各一停要600,000的美金呐，好代表那讲起来现在780几万啦，哦，迄阵来容易就要省啊，780几万啦，为500,000-1,000的停，伫阮南部，有一个县长诶。用土地去贷款800,000，还能完成第一个安尼过呢？你有看早期，咱的秘书长传呢，微博慢慢变到有，把这台湾这论述，也把台湾传出这个国际地位出来哦。这论述一出来时喏，为拢无啥咧信道啊，哈，也无办公室，也无啥物话，结果那呢，来约到米店啊。啊，每天来招招的吼，来逛逛华人台湾来行这条路，哎、欸，慢慢台有滴响应，哎，就讲哎，这论述对哦，对不对？开始让带出咱台湾离开这个了，哎、欸，慢慢来时阵吼，哎、欸，愈来看到愈侪，愈来愈侪，啊，然后呢，靠这个正式的场所呢，啊，今日去大家带你带来上课呢，啊，所以无比较会是这段苦楚，谁人知呀？因为隔壁公司都一点老板比根本钱没有得起来。但拢无想到这呢，结果是咱一姓名，咱二姓名，甲最高法呢，即马讲三单呢，即个决的美国政府一定爱做，来美国也未准备好，包括恁台湾民众也未准备好，所以是最高法呢才更厉害。但我讲的这是来变做啥呢？咱有一批人，吼、哦，我来遮受训，甚至有一个徛伫港台即来遮办案讲课的。咱只新的只东西，那旧的可能知啊，新的唔知啊，对不对？今年把咱这个台民众带入变险境，险境的危险的境界，你知啊吼？为了个人要表现的英雄主义啊！你要想咱为什么台民政府今仔成立国民党诶，因唔敢来敢出题，因为咱是正合法的，咱是用法律
来你告美国，美国讲是台湾有两个政府，一个是流氓的，就中华民国流氓政府；一个是本土在地由台湾人民所成立的政府。虽然即摆咱无管辖权，即、這个管辖权还佮流氓政府内底，但最近咱的存在是合法的，咱有即个法律的根据。所以今仔日，咱台奇怪，这是佫无电影呢，害我讲啊足大声呢。哦，佫有啊，好、哦，我记我讲啊足大声，佮拢无甚物迄落呢。哦，即马有啊，即佫有电啊，我换一支啊。要拍摄哈，所以咱依家这个法律知道是正确的。因四月份代表咱民政府处理，结果安那呢？好在吼，阮就不是咧想啊，就等下了，阮咧想啊。天佑咱台湾，天保佑安那呢？咱岛民政府，因去的时吼，把迄个岛民政府吼解民啦。居民吼，总啊提掉伊啊，总人一客。台湾西部干嘛哩？这个西部也甲提掉伊，各位日本机啊，日本机啊提掉伊。底下招来记者会哦，哇，这代志大条嘞啊呢！哦，你台湾这两家，必须你来看情，干嘛开变呢？啊，这出这是咧变什么？变什么？巴以啊，什么也开始变安尼啊？结果你也想讲，因创个时吼，就是违反咱本来这论述，违反美国和咱的一个政策啊。因这人要啥？要利用这个机会，直接跳过台湾政府。问到咱这个身份证来去台湾政府，但是美国敢讲是以后会用这个名，但目前呢，你定爱。喂，一支够啊！啊，但佫无电啦，来，讲话一下。哦，唔知，讲着电啦吼，太精彩，无电啊！我是无电啦，先啦。有电啦吼，讲着电，我伫咧警庄咧电哦，迄电甲四四叫吼。来，我讲，讲着电，我来讲一下来。迄、那个我头十二档嘛吼，啊，尾啊佫加三档吼，是安怎呢？是国内外吼，拢有来咧救援呐。因为吼，迄阵啊，我袂使啥咧，袂使寄批啦，袂使接见啦。我的房间内底，我一间困两房啊。对面房惊我含人讲话吼，拢清走啦。啊，清走的时阵哦，拢家己孤单一个呢。啊，佫要紧呢，佫卡靠手铐。啊，到你若要食饭的时阵，将手柄佮铐起来。啊，食饱了的时阵，搭佫挂起来。半冬咧。吼、哦，啊！你想讲，啊，身躯变哪细啊？我身躯吼，啊，你迄衫裤变哪换？各位恁家己倒去试看嘛。迄脚到手脚拢有扣条的吼，啊，迄衫裤变哪换？变哪换内裤吼？变哪换衫裤吼？我甲伊简单讲者，恁等下若要有厝边哦，试看卖吼。迄个，干那待伫一个房间内底，啊，袂当接近，拢总袂使进行之下。你也想，现在若无。有上天给咱有一个迄落吼，咱真正无通过迄种生活，脚靠手啊，咧困的时阵哦，规个就变过来，就翻过来安尼吼，拢个脚靠对咱迄落。第一时间有一只牙工啦，吼，我就讲过吼，足奇怪。当阿边啊讲，伊个朋友靠咧红狗遐时阵哦，哎，奇怪。啊，我迄阵哦只牙工呢，迄牙工足大只，唔是普通细只牙工吼。但这钢棒内底为什么牙钢会锁入来？啊，我来想无啊。但是我讲哦，啊，家己脚靠手铐，未来要用几条甲恁判吼，已经足严重个，要脚靠手铐啊，已经是足严重个啊。所以迄阵啊吼，就无来想这牙钢个代志啊。但伊个牙钢吼，当时来，当时走，我都无要插伊了，对啦。吼，在有几日的时阵，我滚起来，哎呦，啊，伫枕头边啊啦，惊一个吼。我拢安尼，都无会讲假话啊！啊，无讲话对象，我对只牙工讲话啦，对只牙工讲话。我讲吼、哦，
我有滴什么代志吼，家己一个吼，吼孤单啊，足艰苦经营。你来这样我做伴，我足欢喜啊。所以你当时来为对来，我也唔知。啊，当时等下，当时走，我也唔知。因为你若来，我看到你，我有动作，你来喊我做伴，我足欢喜。但是你原来，今日我惊到啦。吼、哦、啊，如果你老灵性吼，你以后唔能够我惊到。哎、欸，讲了，电视拢不过来啊啦。这些人不过出现啦，这真奇妙、真奥妙的代志吼。啊，就讲这个电呐，又谈到都讲到无电吼，又再讲到个机会，那讲这电吼，迄电安怎呢？当初要被考考手考以前哦，我迄里不安处，你即卖总统府阿边遐就对了吼。迄里啊在问啦，问讲你存两年外，你来样出去啊？因为我这坐九年外嘛，头半十二冬啊。你为什么吼？哥做遐侪政治化的名单，出去到国际就对啦。和国际一直咧对因国民党个政府啊、政权呐，讲是啊，台湾遐侪无人权啊，足侪人坐落，总作安尼拢个指责啦。吼、哦，你是存心何在？你是判死刑呢？吼、哦，我来底下讲啊。吼、哦，啊我要插伊看哪讲啊，安那威胁啦。伊咧讲啊啦，你安怎用出去？三人该倒下手个。我一概都唔讲啦，吼、哦！阿头用两个，就先列右边啦。就讲你若讲讲的吼，我就随帮你出去。你存两年外年嘛，阿、啊、你啊伫外口佫调皮捣蛋吼，我那个你也是白嘛。吼、哦！啊，相信你佫出去一两，唔敢调皮捣蛋，安就对啦，做主席的。啊，然后吼，伊阿讲我都袂插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若讲的时阵，等害着我甲倒下手的人啊。哦，即马即个。这个软的我当哦，哈，用硬的来啊啦！这个硬的来吼、哦，各位，迄不是讲吼手啦、夹啦吼，还是拱啦吼、哦？我讲到这个腰吼、哦，拢受伤啦，较近了几十冬啊，七零年啊，1970到即阵啊，吼、哦，到七一年，到七一年的时阵吼、哦，七一年开始拱，就是民国60年，七一年的时候才开始拱，拱到这个腰到即阵讲吼。我拢无爱手术人吼，就是伊只共产党把紧，尾啊用这绝招啦，用电的啦，要用电的啊。爱要电的时呢，他用单线，单线无透过心脏，你知吼？迄个单线呐，但是坐电力的单线吼。啊，即摆三个人吼，嗯，开始咧电啦吼，啊，我唔知啊，啊，个外头外年吼，唔知啊，三个人伫阿边吼，像个尿出来咧，计左惊起起出出，你知吼？意思讲奇怪，啊！你电下开拢无注门着啊，吼、哦！我一个吼，迄、个人组长来看呐，叫一个来安尼嘞，讲来，甲北起来看嘛嘞，我来甲北伊，北伊甲你斗吼，伊个动作吼，我感觉那印象足深的啦，伊个电那个他妈的有电，他妈的有电，安尼吼吼，我想讲奇怪，啊！我听咧电开无啊，啊！我想啊，系啊，我迄个吼，无你你有搭着嘛？迄、那个阿龙吼叫电阻啦，电阻较悬啦。S 叫做电流嘛，啊，我电阻那较强吼，所以普通伊咧去摆咧电的时吼，较无啥要紧就对啦，我咧电啦，啊，我唔知已经咧电啦，系啊，我讲系，伊即卖那呢，阿伯伊来讲吼，袂透过心脏啊，双线，伊听着讲双线啊，阿伯双线的透过心脏，真正交叉，交叉就对啦吼，交叉啊，就是电力交叉，迄阵啊吼，可能上天的灵感呢，吼。我啦呢，我想讲，这若创无拄好吼，你老紧笑倒去，阿边那站呢？你若想早，你也袂电着，你着加先吼。嗯，啊，多要电一个较有诶，讲你加先也袂放电诶，你着咧咧。啊，你若毋知讲好，阿无你加用，你电落啊，你毋知通去落先咯，系啊，煞真啊笑倒去，因为透过心脏诶，你知道。所以讲上天也够疼疼咱着对啦吼。第一个，才千分之一的心吼，咱底下咯，感觉迄个电哦，拄啊来个，也袂几百下底，拄安尼出一个时时，我就知影讲啊，已经有电啦，对不对？刹那间哦，拢放互两个，你知影吼？拢伊个目睭来个用啊，啊我灯白改啊，那咧用灯管啊，我灯白改，下骹那灯白改吼，伊讲可能真的哦，啊表演吼，拢叫你用一面汤啊水，去用面汤水吼。开放去了，迄电影恁电视恁捌看嘛吼？
就是迄个电啊，什么也行哦，分你就是用水就对了吼。加用安尼啦，啊，即嘛用个心吼，迄阵还想讲好啊，好个在呢。这吼，这个要嫁哦，迄阵要嫁人嫁，即嘛叫我嫁啦，歹嫁呢。啊，恁吼，有人咧问我讲，啊，电的注意安那，无你个电看卖就知影，明白？好了，因为我当形容的啦，用文字吼写未出来啦，啊讲啊讲未出讲，迄电的艰苦就对啦，因为你来讲吼，一听。你爱啊，好爱卖你干啦，好，迄电的到底哦，迄种救起来就对了，安怎样吼？迄救起来就对了，哦，所以吼，你那边试哦，家己试看嘛，安尼吼，迄电吼，谈到讲到电啦吼，我才想到讲这段啊无，那无讲到题目吼，咱就无讲到吼，来，即嘛咱讲谈到讲这阿扁啊吼，阿扁是真可怜，我听讲有按高下高下去迄落时，我想讲，我当初咧牙工吼。所以我伫去年六月十九吼，透过因的变办就要接见啦吼。所以接见的时阵吼，伊唔知我用伊啊，吼，伊个各种种一般普通接见啦，去要个安慰啦，啊，你身体过好了，台湾以后需要你啦，要安慰遐尔一款啦。其实我接见唔是安尼，我即个安排好啊、安排两三个月安排成诶，对不对？结果迄早是打电话来，讲啥？讲有一个立法委员要接见啦，把我时间让伊啦。讲安尼好，另外又往较大啦，好啦，吼、让伊啦。讲搭个两排时间啦，一排排到从旧年到即阵拢无。我讲这阿扁也死啊，稳也命也。因为我是要教讲啥呢？因为当我知影讲伊有食的药啊，有迄落时阵吼，我就要甲讲，所有内底药啊拢卖食，因为迄个头神经啊，拿破仑用管理圣赫勒拉岛的时阵吼，伊要死。染起来，伊头毛内底有砒霜啊！拿破仑，你记无？有砒霜，迄个是联军用伊个迄个砒霜吼，慢慢个涂，安尼死个。所以阿扁还是有可能，你话伊讲啊，困袂去啦，啊食安眠药啊啦，啥物货人哦？啊，所以呢，迄个药啊，有可能个头神经，你若无食过，搞袂脑死呢。啊，我其实要讲吼，你药卖食。变啊！练功，伫家己一人，我伫内底半当敲敲手敲，我变来调整家己。我就是要用这个解套解讲，你用家己人的气，咱人我一口气，这个气甲上天的气，对不对？你天人合一，把天气与人气合一，你变啊练这个气，吼、排毒遐毒，这个动作咱普通要个接见要个安慰的，啊，所以就先呢。所以我从今年看伊，迄个影片，惊人顶来顶来时吼，我把声音留落来。我身为咱台湾人，一咱支持的总统，太近来，互人避开个这个程度滴。最近这个咱总统，又犯了什么一个叛乱罪吗？不是，莫须有的罪的。但各位知哦，阿扁啊，遐钱真济无唔对。但是呢，伊毋是讲贪污来，今仔都用贪污甲挂咧。我嘛变也无虾米，选举甲出钱兼出单尔尔。伊咧做八档，咱无做我一半截。咱无平和公要求无，咱做一个啥拢无。因为一年咱咱的工作完成啊，所以咪讲台湾人出头天路啊。当初阮含前面的阮台早要起来咪革命的时候，我读军就是要革命。你命要阿咪赔啊！无去骨头内底有一寡功夫，你是要人拼？不是虎穴恩的虎子，所以说赔心态是安尼呢，是内底要有一寡功夫出来拼的。但是时机有问题，无允准我准来拼，迄阵拼起来无滴机会，直接含恁讲话啊！你干哪？所以说那拼无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爱乖啊，今仔靠有这个机会滴个。所以我讲阿扁阿新，当然爱受难受苦。咱接无来，咱为是讲要安那伊身体吼，还过好咯。其他边啊，真要修翻脑神，和你头神经头条。你也想啦吼，伊安那呢？趁你讲，时间要到呢啊，要靠较紧呢。下骹你也别讲个，要靠较紧呢。小大个腔啊，个棍子那个腔啊。
迄、那个阿扁也是吼，做过议员，做过市长，做过立法院，拢有选举，选举做起来乐观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个选总统的时阵呐，迄把剑咯，佮开始伊呐，在任的时吼，娶新妇，嫁左囝，生金孙，各位，请的四十几桌吼，无完结的婚呢？会当坐遐桌吼，迄红包吼，咱也2000块，人后壁拢加过来两零呢，后壁加过来两零，该当坐遐呢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所以佮生金孙呐，你挂只礼暗吼，下骹拢现金呢。表面是讲我勒挂两斤地秀尔，下骹拢钱呢，伊较勒贪污啦。各位来想看咩？所以关乎民进党遐候选人十几个。我相信，各所在要选立委、选议员，拢摕到钱。我相信，下边现金真多。为啥？迄个足侪人，人利用迄个包红包礼来足侪啊。所以伊薪水减一半，即个骂的讲要减半，讲若无六三再减嘛有无啊？咱同中国人差别就伫即个所在啦。当初下边啊，第二时，阮有透过一个教授去来讲。因为我较早去食饭的时阵哦，无叫人讲遐，我伫总统府三楼的国际厅遐，吼，我边啊李秀莲，佮过阿边啊，阮九个人坐一桌，迄阵拢讲朱安良的代志，无讲到遮。但了事后，我叫一个教授伫三楼的办公厅，人也讲的，讲得要转型正义啊，啥物爱做呢？得把东山还予台湾老百姓。就不公不义的财产爱还老百姓，吼、哦，这一点吼，大怕婆啊。第二点的时阵吼，你若把这不公不义的财产归老百姓了的时阵吼，国民党从此拢活该去。伊阿咧选举吼，伊无钱了，行无路啊。迄个钱嘛，偌大只，阿就无脚通去行，迄个死钱嘛。结果咱阿扁阿那讲，你知影无？伊讲啥呢？讲啊，咱就算掉啊，咱要有北长啦。我各位，即句我哪记个？今仔就是你有北长的，就对付中国人的心咯。中国人今仔唔是讲有算掉北长，反正等下，甲伊硬个吹死，甲你打死，甲你锐死。迄糟蹋人，侮辱咱台湾人，迄个算出来台湾总统，包你电话也要起诉，你看有可恶无嘛？所以，心里当然的心哦，咱不是有一个民族意识，咱不是讲一个意识形态，不是，是咧所有行为的心哦，拢是咧糟蹋、凌迟、侮辱咱台湾人。你伫所在伫即个家，咱就大米该饲大汉的呢。叫恁老百姓的心呢？什么什么什么挖个桶啊？什么什么什么建桶啊？什么挖个什么统一啊？什么挖个竹筒啊？什么挖个啊？因老爸迄个黄金翁啊，就写迄、那個，我、奇怪，按老爸共产党呢啊，啊无是安那四个字了，讲要统一啦，爱咪侵莫含国民党政府侵莫过来，你的主张来，你要统一来，你要统共匪啊，你就现在是安搞反攻大陆，消灭共匪，杀猪拔毛，我就现开始安那是结果有啥物话，拢骗人嘛。你反共大陆的时阵政策无经过立法院通过，要反共抗俄无经过，所以阮偌济人拢伫这牺牲啊，就是违背反共大陆的政策，来乖乖抬抬，对不对？弄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拢是为你的恁旧家的政策。你当时无要反共大陆的，你哪能家己讲无要反共大陆啊？无要反共抗俄，阿拢你讲的，要反哪恁讲的？结果偌济人迷迷糊糊伫这政策来牺牲。所以一家日本人咧讲天会啊，因讲哪呢？因讲恁这要赔偿的时阵哦，补偿啦，阮补偿是折修费啦，补偿才会经过，但是补偿，伊啰赔偿的时阵哦，因所有遐日本人拢反对了，对啦，有国民党也反对，到尾折中啦，变用补偿啦，补偿啦，哦，补偿是啊，伊讲条件哪呢？你来认错啦，认讲伊叫是喏，对迄啰政府哦，不办这承认掉开，让领这钱啦。我哪里阮认可不爱念啦，你爬起来讲就对啦。伫另外一带啊，我讲这是恁政策唔对呢，唔是阮唔对呢，
你要反攻大陆，是你要反攻大陆，我拢伫你反攻大陆政策内底，遮人拢做些掠去关，就违背你的政策。我有啥唔对？我是安那个承认唔对，佮你讲啊啦。所以说，等者吼，佮一轮接啦吼。所以我讲，我无违背迄落呢，是恁家己唔对的呢。所以讲，我宁可不爱你也就对啦。我到尾也拢折中啦，变做啥呢？叫做迄落毁敌吼。啊！加迄个判断吼，不当审判呐、啊，不当的审判，哇、哦！这民俗做够想的啦，伊加用这个不当审判安尼啦，和阿点那个补偿金安尼啦，因为时间的问题啦，我养两届啊，未使第三次够养啦吼。啊，以后有机会先吼，吼、哦、大家过来互相交换意见，吼、哦，多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各位好，请起立。新竹州新竹州伫一楼的餐厅，新竹州伫一楼的餐厅。台中州、台南州、宜化东州伫一楼的会议厅，办公室对面迄间。台中州、台南州、宜化东州在一楼的会议厅，就是一楼办公室对面那一间。然后高雄州在这间教室五楼教室的前面，高雄州伫这间办公室的头前。然后高沙族跟台北州在一楼的咖啡厅，高沙族跟台北州在一楼的咖啡厅，啊，不清楚的可以来问我，没关系，好，谢谢，好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